对，现在距离年底的台北马拉松，掐指一算，大概剩下100出头天啦。那我们就帮你定一个简单的目标，在台北马的时候，你要完全跑步不停下的情况下，完成你的第一次半马赛事。Yes， 上一次啊，我们的三铁计划宣告算是失败啊。那失败吗？我们已经历经了100天减肥10公斤，100天挑战100公里，接下来还有100天挑战铁人3项活着回来。那现在的胜率是2/3啦。那没关系，今年的目标我们要挑战用100天的时间来挑战你的人生第一场半马赛事。所以现在距离年底的台北马拉松，掐指一算，大概剩下100出头天啦。那我们就帮你定一个简单的目标，在台北马的时候，我们要用完全跑步不停下的情况下，完成你的第一次半马赛事。可怜啦，应该也是有机会啦。我们还有100多天可以准备，要相信我是跑步教练。我这个感觉就好像过年的时候遇到亲戚，每次遇到你就说你什么时候要结婚，遇到跑者你什么时候要跑半马。OK 的啦，接下来我们帮你定的第一个目标，就是在一个月后，我们即将去参加Panasonic 城市路跑，大概只有12.5公里。那这场比赛其实算是一个血池赛事啊。还记得大概1-2年前，你第一次去参加的时候，是用走路加跑步的方式，耗时了大概快90分钟才完成。健走比赛很好，真的是很久的时间。等到那个关门时间都哎，赶快，我们要收了，那个裁判都要回家了。所以这是我们即将在9月先设定为12.5的目标，希望你可以用全程跑步的方式挑战完成。那接下来循序渐进，我们就会进行或许是长龙马，或许是扎达马，然后最后就是衔接到我们的台北马拉松的最终期末考。有没有信心？有好，那我们就开始今天的赛前。再次跟大家讲完这次的年度目标了，但开始之前，我们今天还是先帮他做一个算赛前的小小测验，了解一下他现在的身体素质。毕竟他已经休息了4-5个月没有跑，我自己是不太看好了，但还是希望不要砸了我自己的招牌。所以，我们等一下会先帮他测一些1600啊、立定跳远啊，还有这个伏地仰卧起坐啊、伏地挺身啊，还有一些就是短程的左右冲刺，我是不太看好了。先要进行1600公尺测验。在期待什么？请尽力跑。1600公尺测验的目的就是要了解你现在的身体最大摄氧量大概是多少，所以你必须要每一圈都比前一圈快，每一圈都要按右下角 lap， 尽可能越来越快。好的。有没有信心？有。好，3、2、1 ，Go。调整一下哦，26，有点太快，降一点点，我们再。屁股不要坐着往前。双肩拉回来，是不需要怕身体打直。下一个测验，我们即将做的是敏捷性的考验。刚刚考验的是心肺耐力，现在考验的是敏捷性。我们待会会在3条线当中实测你在20秒当中可以左右横移几次。那我现在从这边出发过来，1、2、3、4、5、6，只要经过白线一次，就是算1点。
对，我们会计时你在二十秒内可以经过几次。好，示范一次给你看。你要发令啊！开始。你有地址吗？没有。OK， 好，二十秒的时间。好快啊！准备开始。二十秒时间，选手一号请就位。预备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、十一、十二、十三、十四、十五、十六、七、十八、十九、二十、二一、二二、二三、二四、二五、二六、二七、二八、二九、三十、三一、三二，停。32次，下面一项，下面项目仰卧起坐一分钟，预备，哔。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秒，40秒，快点，五、三、六，最后10秒，三、七。三七十九，三七五四三，不要放弃。二一，38下，好烂，坚持不了。目前都剩60下。测完了核心能力的部分，接下来我们要测验的是爆发力的项目，连续立定跳远3次。大的，怎么爆得出来？一、二、三，好。准备量测了，准备出发。好烂啊！成绩5米40。啊，教练，你会多远？其实大家都想玩那个机器。7米1，7米10。但是测试60公尺冲刺，我快热死了！妈，中午12点在拍这个。成绩8秒37，60公尺成绩还不错。哦，成绩公告时间，我们一项一项来跟大家揭晓一下。60公尺成绩8秒37，耶！在我们的成绩分区里面是军标，耶！军标就是第三了，我们有5个分级，第三。第二项目20秒反复测并步，成绩是32次。我们的分区是未达底标，35岁来说还不错吧？因为最底标是40下。下一项是核心测验，1分钟仰卧起坐，成绩38次。成绩。未达底标，哎呦，我当兵都可以60下。如果你可以60下的话，就是顶标了。但是你今天只有38下，是尾标第5分区的后面，不好意思啦。觉得猛。下一项是立定3次跳远，成绩5米44。我心里有数了。那我们的底标呢是6米98，所以你的成绩也是未达底标。还有这部空间。最后一项1600公尺跑走。刚的成绩是8分20秒，那这个是测你的有氧数值，它是跟我们这一次参加12公里的这个赛事最相关的一个项目。你的成绩是8分20秒，成绩也是未达底标，底标是7分18秒，不好意思啦，我们最后实测只有速度，你的速度能力是有达到5个分区里面的第3分区，平均以上，但其他项目都有点没看嘞。绕赛，绕赛，看起来你现在只剩下。速度能力还有一定的水准，但其他的核心啊，然后敏捷性啊，有氧耐力啊，都是不太及格的状态，所以速度与激情啊。接下来我们即将针对你的有氧耐力进行一系列的锻炼，期待在9月10号 Panasonic 城市路跑赛，我们可以用全程跑步的情况下来完成。准备好了？准备好了，不会绕赛啊！好，我是你的加强队，如果喜欢我不想介绍你，还被你插进来。喜欢我们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。那我们就下期影片见啦，拜拜。
Thank you.